丞相，从前有个将军名叫曹操。有一次，人家送给他一头象，象运到了，曹操带着儿子和几个朋友一同去看象。那头象又高又大，曹操看了很喜欢，他转过身来问道：“你们谁有办法来把大象称一称？”司马光砸缸。从前一个小男孩叫司马光，他聪明好学，还非常机灵，遇到事总爱动脑筋思考，找到解决的办法。